Hello，俗话说得好，什么都有不能有病啊，什么都没有不能没有钱啊。如果你有了病啊，再没钱啊，就是一个非常悲催的事儿啊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啊，这个一个 app 啊，或者一个网站啊，都可以啊，叫 GoodRx 啊，GoodRx，就是说是给你这个，如果你生病要吃药啊，是吃药呢，你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啊，用这个 app 啊，查一查啊。基本上啊，能给你省一些钱啊，不是100%啊，但是查一查，花几分钟查一查啊，有可能就给省不少钱。很多的药啊，如果你长期用的话呢，积少成多啊，其实还是不小的这一笔费用啊。他说啊，这是你就打 GoodRx 啊 ，GoodRx.com 啊，或者你下载他的 app 啊，你用他的 app 啊，更比较方便。他说啊，可以 save up to 啊。80%， 他说可以省啊，最高省了80%的价钱啊，省了80%的价钱。这网页就是这样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情况。然后你可以参加他的 membership 啊，参加 membership 就付一个月费啊，你可以他会省的更多啊，会省更多。你看那写着吗？哎，然后呢？很多的药啊都是不到10块钱啊，不到10块钱。然后呢还可以用这个去看病啊，还有什么19块钱啊，看啊，不错啊，你要感兴趣的话啊，看一看。今天我主要是这个关注于这个怎么你用药的时候啊，去这个药店买药的时候省钱，因为其他的我也没有用过啊。页面啊基本上打出来啊，首页就是这个啊，这种情况。然后呢你设定一下你的地区啊，设定你的地区。现在我这边啊，你看我是地区是，在哪里？Los Angeles 啊，是洛杉矶的啊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想改你的地点的话呢，哎，这有个 update 啊，你点这 update 啊，就会出来一个页面啊，问你哎，看它让你输入你的 zip code 啊，或者这邮政编码，你可以设一定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它的价钱是反映在你所住的地区的啊，这个药房的药品的价格啊，如果你住在这个加州啊，你不小心弄了这个华盛顿的地址啊，它这个出来的药房只是华盛顿那面的，不会显示在你加州这面啊，或者洛杉矶这面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来，然后呢，这有一个啊图解啊，告诉你这个怎么弄啊，你看是 compare price 用手机嘛啊，然后呢。给你一个 coupon 在手机上，然后你拿着手机的 coupon 打印出来，如果电脑的话呢，你打印出来啊，带着去药房啊，最后就可以了。Right， 然后呢，看一看啊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这里？看这个，如果你有阳痿啊，可以升91%啊 ，average 啊，如果你有这个 depression 叫什么？忧郁症啊，可以省67%啊，你有高血压可以省58%啊，你想那个减重啊，省57%啊，省57%，哎，然后呢，这还有一些药品的信息，看啊，这些你看啊，你看，很多的信息啊，你像这个 Wegovy 啊 ，Wegovy 其实就一个最流行的减肥药啊。他说，哎 ，It's good for your heart， 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啊？你有感兴趣可以看一看。哎，转入正题啊，转入正题啊，我给你操作一下啊，特别要注意的几点啊。首先，哎，这个 app 啊，一般来讲啊。可以省你的药品的价格啊，只是省你这个 generic 药的价格啊，不是 brand name 啊 ，brand name 就是说的厂牌药、原厂药 ，right？generic 就是说它这个仿制药啊，以后出来的仿制药 ，right？ 所以说呢，一般来讲啊，如果你想要这个brand name 的这种药呢啊，省钱的几率不大啊，但是你也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看啊，可以看一看，如果你是。用的啊，你是我可以用这个 generic 啊，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啊，基本上都可以省一些 ，right？ 这里包括啊两个啊，如果是没有保险的人啊，你可以省
有保险的人啊，有时候啊，这很多的时候也可以省啊，因为你有保险的话呢，有时候你有这个 copay 还有 deductible， 哎，不是说就是全免费啊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啊，是比这个你的 deductible 或者 copay 啊是要便宜的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可以作为一个有保险的人的选择啊，没有保险的人啊，其实呢，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啊。我以前在药房干啊，看到很多病人用这个，后来我也用过啊，这个非常好用啊，这是我头一个第一推荐的。也许还有其他的，如果你可以找到其他的啊，也可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。举个例子啊，我现在给你找一个药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除血、这降血、降血脂的药啊，叫 Lipitor 啊，我们叫的 Atorvastatin 啊，这种药，看一看打，你打 Lipitor 啊 ，Lipitor 啊，你看它下面就出来了啊，你看它有两个选择啊，一个 Lipitor Generic、Lipitor Brand Name 啊，咱就找这个，或者是 Atorvastatin 啊，就是它这个 Generic Name， 就是它 Generic Name， 如果你打这个名字也可以啊，我就选这个 Lipitor Generic 啊，你选的话呢？哎，看它出来啊，它出来一般是最常用的一种啊，就常用的这个这种药啊，它是40毫克的啊。你看你的，你选一下，如果你用的是是有10毫克、20毫克、40毫克、80毫克啊，你可以选。如果你是40毫克呢，你就不用动了啊。你如果选10毫克，其他的呢，你就选一下，然后呢。Quantity 啊，他说是数量是30啊，是30片。如果你想要90呢，你可以选90，你可以选90啊。这都是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的啊，自己调整的。咱就按它的30啊，30片啊，这个来比的价格。你看你搜的时候呢，就出来了啊 ，CVS、Walgreens、Rite Aid、Walmart 啊 ，Wong's Pharmacy 啊 ，Ibersons、Costco 啊，哎，价格都列出来了，看都是你的这个。这有个邮政编码吗？90001啊，这附近的药房啊，附近药房。你说，哎，你说这个，看这个哪个最便宜？Wong's Pharmacy 最便宜啊，咱是点那个 Wong's Pharmacy 啊，看点哪个？哎呦，点这 Wong's Pharmacy， 点一下。选一个别的吧 ，Iverson， 刚才他们出不来，嗯。然后呢，哎 ，Special Offer 5.85啊，5.85 ，Standard Coupon 啊 ，Special Offer 5.85啊，你看好了啊，这，你点这5.85啊，就是这个，他让你这个 Sign Up 这个 GoodRx 这个 Account 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得的价钱。如果你不 Sign Up。啊，你不 sign up 的话是10.85的价钱啊，是10.85的价钱，你要注意一下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参加他的 member， 参加他的这个会员啊，做他的这个会员的话呢，你付月费的话呢，其实他是7.05啊，可以要7.05，嗯，是7.05，价钱都不一样啊，价钱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你如果选中了这个10.85的这个啊，30天的对吧？你就用这个点下面的 text 或者。print 打印出来它这个 coupon 或者 email 啊，怎么都可以啊，怎么都可以。你点 text 的话呢，它肯定是问你的 phone number 啊，你的电话号码，这都很简单的操作。哎，你如果用这个app 啊，应该是相似的操作啊。我这个没有 app， 但是呢，大同小异啊，大同小异啊。这价钱就出来了。哎，后面还有，你看后面还有这个 home delivery 啊，就是说给你送到家里。给你送到家里，那个前面上面那些呢，是你去药房拿的啊。这你看，送到家里啊，选好价格啊，看看你哪个近，看看距离啊什么的，然后你可以选。如果离得太远也不合适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啊，它还有好的呢是，有 Medicare， 如果你是 Medicare 啊，你可以选啊。你看下面它告诉你 Medicare copay 啊，基本是多少？是在这个 deductible 啊 ，post deductible， 你有 donut 后的时候，还有 post donut 后、啊、都给你一个价钱啊，都给大概其的不是完全准确啊，但是给你一个差不多的价钱啊，来，
所以说呢，你可以对比一下价钱啊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有 Medicare 的话啊，你看 free 到1块钱啊，那你付10块钱就不合适，对吧？但是你没有保险的话呢啊，其实还是比较合适。对比一下价钱啊，然后呢，咱再看一看，我刚才说过了啊，这是一般的 generic 啊，就是非常便宜啊。哦，还有刚才啊，再上这一点，下面还有一个，下面还有一个 drug info，你可以看一看它的大概齐啊，它的药的这个。drug info 啊，你可以看看这一点啊，就是可以看它的药是干什么用的。如果你好奇的话，你看这个药啊，是这个降你的胆固醇的啊，降你的坏胆固醇的一种药啊。这些给你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哎，还有下面提的还有 side effect 啊，还有这个好处、坏处、优缺点啊。就说的很详细，你看他要视频，还有，行，看一看，不错，我还是专门有人给你讲啊，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app，然后呢，咱赶紧省点时间啊，我还打这个 Lipitor，咱这次选的 brand name 啊，你看它的价钱啊，这就一天一地啊，看见了。这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，还是40克啊？这是90 tablet，咱选三十。刚才说是三十吧，咱对比三十，哇，500多块钱！你看，500多块钱，500多块钱，看见了吗？啊，所以说呢，按照这个。brand name 的话啊，一般你省不了太多的钱啊，省不了太多的钱，right。而且呢，你看它的 Medicare 啊，如果你有 Medicare 保险的话，你看它付多少钱？你 copay 是638啊，copay range 是在638左右。如果你不用这个啊，你不是 Medicare 的话啊，560、580啊，差不了太多啊，也有600多的啊。具体看你的，所以我说嘛。啊，你也要上来啊，比一比啊，比一比，看看哪个合适啊，你用哪个比较合适，来，就算你是 generic 啊，这个 drug 啊，你如果你有保险的话啊，也要上来比一比。有时候呢，你的保险，特别是 Medicare 啊，其实呢，价钱有的时候还是比它要高啊，比它要高，来。然后呢，你可以，我记得他以前有一个选的保险，那个啊，找不到了，现在好像，哦，right here，select your plan 啊，你如果知道你拿的是哪一个保险的话，啊，你可以上来看，打进你的这个号码啊。你是 Part D 也好，或者 Advantage 也好，打进你的 Zip Code，然后呢，加进你的这个名字啊，加进你这个你这个保险的名字啊，然后呢，你点这个啊，它就可以给你这个，就给你来个91780啊，然后咱说 Part D 啊，然后呢，我选 Silver Script Choice 啊，55块钱一个月这个，再选个便宜的 Smart 这个。Silver Script Smart 18.6一个月的保险，然后呢，Set Plan，看这药是 free 的啊，你知道，哎，看 free，他告诉你是 free estimate 啊，基本上你是牙药是免费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啊原件你这个你就对你没有什么用啊，对你什么用，哎。然后他告诉你啊，这个 good eyes 可以不可以啊？给你省钱，他说哎不能啊，这 good eyes，比你的这个保险啊要付的要贵啊，付的要贵。
OK，如果你想这个省钱的话啊，在药品上面啊，你可以试一试这个 GoodRx 啊，下载它的 app，或者用这个电脑上的网页去看查一下这个价格。